网友偶遇尼兹9月10日，有网友在街头偶遇尼兹和友人逛街，并晒出尼兹美照，称街头偶遇尼兹，哇，46岁的尼兹也太美了吧，别人的46岁。照片中，尼兹头发随意披散，牛仔裤配白色 T 恤，十分的随意，满满的青春气息，走路仰头挺胸，身姿挺拔，却毫无派头，只是和朋友两个人随意而行，皮肤白皙，侧颜也是元气满满，46岁的她宛如少女，简直就是逆生长。据悉，尼兹在36岁时拍摄的珠光宝气是其退圈之作，那时候和现在比起来，人貌似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就算和23岁时拍摄的古惑仔比起来，也是感觉不到多少差异。尼兹牛仔裤配白色 T 恤打扮随意，此消息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，惊讶于体会保养多年如一日，称我的天，这什么仙女，这个体态气质真的美，是那种最难得的自然美，是吃了防腐剂吗？